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集学习到九想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想观复习一下。说此观诚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觉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37念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出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一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升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想人刚死的时候那个情况，全身冰冷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轻衣想，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念的尸体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变黑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穴想，第三，静观死人出难，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出龙穴
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啊腐烂就变成脓。那么变成脓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脓血小。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待。啊，我们现在呢，自成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将之想地势，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个将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虫蛋响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孽，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迎新淡矣。啊，这个是虫蛋响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孽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前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那么虫咬了，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啊，这些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脱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脱香却欲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迎新淡矣。古善响第七，
竟想史诗今已烂坏，古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了。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史诗，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分散，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分散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用佛化的啊，比较这个不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啊，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啊，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他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他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它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啊，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三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是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两三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三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啊，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静观史诗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啊，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
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佛画，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呢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他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香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佛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呢 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了，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啊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获益如此，则淫心断灭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已侵，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枯骨响第九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啊。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淫心淡矣。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
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啊，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佛人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啊，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了，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关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像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啊，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伏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服住淫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者，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很专心，注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啊，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啊，你看了就不忍看了，啊，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啊，这是，不断的啊，给我们提醒啊，做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啊，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啊，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
啊，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啊，那么做这个观想啊，一定要心静，啊，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啊，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这个很难啊，关得起来。啊，一定啊要很冷静，啊，心很平静，啊，这样来观想啊，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啊，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啊，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啊，因为这妄念啊，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啊，那么先用念佛呢，啊，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啊，然后再来作怪。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啊，还有四觉观啊，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啊，另外呢，啊，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啊，这个范理啊字母，啊，观那个字，啊，让心呢，啊，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啊，啊，这方面呢，啊，给我们收集的啊，非常的完整。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啊，如果不认真修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啊，就是故事啊。这个狄仁杰啊，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啊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他是山西太原人，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啊，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啊，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啊，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啊，她看到了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呢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
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啊，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了，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啊，这个读书人呢、啊，修的不好的啊，也很多了。啊，好的也有，啊，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啊，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啊，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周边无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呐、啊。一动啊，那马上啊，他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艳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啊，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呢、啊，借助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啊。”大部分、啊、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啊、都是建在丛林深山、啊、比较幽静、啊、是一个读书、啊、最好的地方、啊、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这些佛法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么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呐、啊，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啊、想
这个人呢、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呢、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啊，1996年呢、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要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啊、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啊、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六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啊，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淫逸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啊，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这个时候呢，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
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呐、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一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啊，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啊，也再不会有淫逸的念头升起来了。啊，那么说着呢，就像狄仁杰一再的拜谢，啊，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啊，她能够坚守妇节，啊，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啊，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那将来的果报啊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啊，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啊，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词。啊，会动人一念的这些诗词呢，啊，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啊，勉励百姓啊，啊，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啊，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啊，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呢，啊，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啊，是拒美色的啊，就是拒绝美色的啊。这首诗呢，啊，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妻人淫，若将美色私残躯。遍体驱转灭色心，啊，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啊，就是不净观里面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啊，所以当然了，他后来呢，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啊，我们这个戒啊，就能这一条淫戒啊，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一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啊，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啊，来供养佛的生生世世啊，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啊，你这条戒持的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呢，啊，供养佛生生世世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啊，这是明朝时候啊，太仓啊，这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啊，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啊，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啊，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啊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
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啊，百般挑逗，啊，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啊，他就提一首诗，啊，就是拒之，啊，就是拒绝，啊，那么这个李贺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月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啊，写了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啊，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荣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啊，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啊，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啊，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荣这个梦，啊，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啊，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啊，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啊，都看得到，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啊，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啊，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啊，官高几品，直至参政，啊，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啊，故官欲高而德欲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啊，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一可不戒哉，啊，这个也是实际上的，啊，情况，啊，古人为政，啊，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啊，也跟着越大，啊，那么想做高官，啊，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啊，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啊，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啊，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啊，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啊，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啊，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啊，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啊，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啊，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啊，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啊，这个福报啊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啊，连带到子孙啊这个世世代代，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
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啊，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啊；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啊；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子孙保之啊。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啊，来保住他的家道啊，他的家风啊，不衰。啊，代代呢，啊，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啊，这个要靠德啊，要靠德，啊，不是靠权谋，啊，现在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啊，那么去跟人家斗争啊，他就会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啊，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修德的重要，啊，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如果在宫门里面呢，啊，不懂得修善积德，啊，那么就很可惜了。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啊，三代打砖啊，啊，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啊，接引现代人，啊，但是原文呢，啊，还是保留。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啊，啊经文注解啊，这样啊是最理想的啊，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职，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啊，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啊，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呐，啊，这个身体呢，啊，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
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燕王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这些做一些比较注解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现在都有现在国中生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西洋人那个观念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你给他讲这个什么节气了，什么气息了，他说你迷信中医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他告诉你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观察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那么西医呢，他是靠仪器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他也找不出原因所以这个必须以中医的理论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保身立命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